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琴书泰斗关学增大师的《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》高清修复完整版。关学增是中国北京琴书创始人，1922年生于北京市，他为人谦和，但在艺术上一丝不苟。不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，他从不挑剔，打鼓就唱，战场上、工地上、田野间，都有他乐观爽朗的歌声。他在北京曲艺团干了40多年，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，走到哪写到哪，唱到哪。退休后，他仍坚持创作演出，只要有观众爱听，他就不计报酬，不论条件，一定唱到观众满意。好，请看正片。眼望着周总理慈祥的脸，肝肠欲裂，心似刀剜。周总理呀，您生前经常去饭店，我为您理发27年，您对我们亲切的关怀无比温暖，没想到您与世长辞。开了人间难。擦擦眼泪，克制住自
己的情感，拿出来理发工具，蹲伏在总理的身边，颤抖的双手先把衣领轻轻翻转，见周总理穿的还是那件白衬衫，这衬衫领子磨破，缝过好几遍，您换个领子继续穿，一直到今天，您的一生艰苦朴素多勤俭啊，屋子里是普通桌椅，陈设很简单，有一次我到您家，您正在吃饭，窝窝头小米粥，您吃得很香甜，那正是60年您在生活上一切从简，和人民同甘共苦，心心相连，解放前您出生入死，南征北战啊，跟随毛主席艰苦奋斗几十年，为人民建立功勋千千万，身居高职您革命作风永不变，临终您穿的还是这件旧衬衫，想至此热泪滚滚，心潮翻转，强忍悲痛掏出手绢，把眼泪擦干，小心翼翼把头发剪呐，一定要让总理的仪容整洁又庄严，不多时理完发又轻轻地刮脸，一桩往事又浮现在眼前，有一天您理发来到饭店啊，你已经是2-3个昼夜没睡眠啊，理发时您抓紧时间还在看文件，刮着脸您睡着了，睡得那么香甜，周总理呀，您日夜操劳，呕心沥血，您多睡会儿吧，可千万别打断，我轻刮脸把动作放慢，好延长点时间，
不大会儿您就醒了，问我现在是几点，我忙说是不是误了您工作的时间，您却说他耽误了我们休息和吃饭。周总理呀、啊，您的身体多疲倦呐、啊，反倒关心咱，我激动的泪花闪，点点挂腮边呐。手术行动很艰难，我劝您躺在床上理发刮脸，您定要坚持一步步走到椅子前，我明白您躺着理发怕我不方便，您强忍伤痛也不给我增加困难。从此后有两个来月，您没找我刮脸呐、啊，我打电话问过了您的工作人员。才知道您怕我难过不肯和我见面，您曾说老朱给我理发27年了，他看见我病得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难过，等我病好了再找老朱来吧。我老朱来了，就在您的身边，我现在正给您刮脸，可您也看不见了，您已经离开了我们，永别了人间，您外人民鞠躬尽瘁，把毕生贡献，满腔热血染红了祖国的河山，您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千百万，唯独没把您自己放在心里边。敬爱的周总理呀、啊，我们日夜把您怀念，您没有离开我们，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呐。首战五湖四海转狂澜，齐呼喊，敬爱的周总理呀、啊，您没有离开我们，
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，你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啊。